今天拍这影片有点突然了，我先给你们讲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我昨天晚上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，因为我平时都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，我觉得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很想滑手机，因为我想要滑手机嘛，所以我是一定伸手过去拿。当我伸手过去拿手机的时候，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当我的手将靠近我的电话的时候，我的电话自己寄过去。我知道你们应该是不相信，但是我也很难去解释，所以呢，我怀疑我自己有了一种超能力，对，就是超级英雄那种超能力。我今天就来拍一个影片来测试一下，我是不是真的有超能力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测试就是，我是否真的可以用我的超能力去控制这些物体。我现在就来测试一下，我是否真的可以移动到这个杯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。乌啦啦啦，伊萨嘎巴沙拉拉马斯达。你们刚看到吗？我闭着眼睛，我没有看到，我不知道。现在我可以确认，我是真的有移动物体的超能力。为什么我会有超能力？我也不知道。OK， 不用紧，我们继续测验。我们现在就来测试可乐。如果我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可乐压扁，我觉得我自己变态，用超能力压扁可乐，挑战开始。哇，变成酱，看来布莱森真的是有超能力哦。AKO 什么是什么？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同的阿布吉，阿布吉，我们嘎啦呆，嘎啦呆，不知道嘎啦呆，嘎啦呆有。